大家好，我是环球天道机构同工 Peter。 天地有情，人间有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被真情所感动？父母子女之间有亲情，夫妻之间有爱情，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说话想跟亲人去说而又未说的呢？这就是音乐专辑《未说的话》里面有八首歌，其中有五只是广东话，三只是国语。里面有本小札子，每首歌有一篇故事，都能够触动心灵，鼓励我们去把握时间，对你所爱的人道谢、道歉、道爱、道别。里面还有伴奏版，大家可以在网上试听《妈妈你真美》。多谢。